天乃偷偷的靠近这个商人，想要拿刀割破他的商人的背包。看到商人以为好欺负，这种冒险者我可见多啦。进入战斗回合，大家目前还在房间里面。不该不是吧？目前都在房间里面。你这条件穿啊？你们想做什么？等一下，不关我事啊！你们在干嘛？哎，不关我事啊！这时候是商人的抢先的回合，还有抢先，他好强哦！我就说你好重打，坏蛋啊！早就说，可以可以。这时候他拿着他的红色斧头朝着天乃砍了过来。我要躲开，请躲不开。我可是我刚刚明明一开始就先闪了，你好好好，我躲不开。你偷偷靠近他，但是他感受到你的存在。对，他现在刚刚已经直接先闪给你接。对面的商人看过来，他就拿了红色斧头朝你这边砍过去。但在稍微砍到你的面前，大概只差了 0.1 毫米这么近的距离，斧头从你面前这样刷了过去，咻，然后呢，他在所以他斧头离开他的手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就靠近你近战。他斧头多大只啊？可以丢也可以砍。他就朝冲过来这边砍你一下，然后朝你面前非常近的这样刷过去，然后他在你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话。打金拔草，操你妈！魔三小，这句话非常的小声，只有你听得到。哦，告白哦，哦，被告白了，被告白了，我太可爱了，受不了。拿弓，拿弓箭射天来。他们两个是我的。接下来轮到了洛基的回合。好啊，一言不合就打起来，是不是？拿弓箭射伤人。等一下，不要，我们蒙受在先吧。丢敏捷，好，咚咚，你箭就朝着这个商人的肩上直接射进去了，他扣了六点的伤害。想跟我们逞凶斗狠啊？不是，我不能不做事吗？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让他？不是，这是我们错在先吧？你不能攻击人家。既然坏事都做下去了，那就做坏人吧。商人都是坏人啊，你不知道啊？黑心商人啊，卖那么贵，还帮我们解决怪物了，你们怎么还？他只是想做生意啊，你到底要不要出手啊？没有，那个怪物是他的啦，他装的啦。太不符合我的角色，不行，我没有办法出手，就是。请问那比要怎么做呢？我笨，去把天奶拉开吧。青猫加油，很危险，真的。取一个力量，请快点理解现在的状况。请你赶快理解现在的状况。我是现在角色这样很不快。不是啊，你为什么会这么信任这个商人呢？没有啊，以故事来说，不可能会莫名其妙去攻击他。我现在很饿，我想要吃东西哦。对我来说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说服你来攻击这个商人，就是对，我要催眠他。没有催眠啊，没有催眠，可恶！你可以口头说服。好，两个都不会说服。行，不行，我的说服太用 RP 说服，还是用玩家 RP？ 对，我的说服是 RPY 说服。请用 RP 说服。他现在都已经这样在攻击我们了，难道你要让他吗？他没有打天奶吧？他只是吓吓他而已啊！你就什么叫做吓吓他？他只是没打中。他难道你非要他把天奶打死了，你才要反手吗？那都来不及了。好啦。好，你的剑呢也是咻，刺到这个商人的背上，扣了四点的伤害。我要用商人的血有100。哈哈哈哈哈！打我一个，我用双刀流，然后动两次，你用镐子敲爆他的脑袋，敲他的头上，敲下去，他受到一个重击，扣了3点的血量。
可恶！重击三，重击三，近距离 star buster。我再动一次，可恶！好，你的双刀呢？镐局跟你的黄金剑啊、哦，朝他咻咻，很帅气的一个流畅的动作，把他朝他砍过去。啊！大力的砍个两刀，轻轻，轻轻，轻轻，他受到一个两点伤害跟一个三点的伤害。哦，送。接下来是可以在战斗的时候跟商人买药水。你可以跟他说，我先让我喝个药水，可以卖我。没钱了，我们战斗先放一边，我们先来进行个商议行为。超奇怪，换天奶吗？事情就你搞出来了，你很不负责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要。想要不要再解释，快上来！快给我杀了他！要杀他吗？杀了他！商人，他们好像要杀你耶！他没有，我先杀天奶。他刚刚已经想杀你了，他没有杀到我哎！你这个是什么？他已经对你有不良企图，然后因为没有成功，所以你觉得他是好人？你的逻辑真他妈强！商人，我哥，你不要杀我！我保证我不碰你。你再不动作，我就额外动作射你的头。我会变两个敌人的。所以商人是不会回应的吗？目前还在你的回合中。啊、哦，还在我的回合中啊、哦！对，看你的先跑到，先跑到，啊、你这个叛徒，先跑到那边，先跑一步一步，先跑到那边。好的，我需要指什么吗？跑步这件事情需要指敏捷、啊。不用，那你的行动就结束了吗？Yes. OK， 你这废物。接下来是商人的回合。我就没有力量。你有的，你把刀给我，你把刀给我，敢不敢把刀给我？你掉的是这把金色的刀，还是这把钻石刀？两把都给我，我都可以放。你这个骗子、啊！这两把都不是你的。哎，接下来上了回合，啊。刚刚只是想要吓你们一下，没想到你们真的出手啦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啦。我就算都是你在讲，是一直指不到你想要打的人吗？他可以这样吗？没有没有，这是有很多个判定，应该很多很多的那个判定工具。我们要选招式、直命中还有伤害。对啊，没啦，开玩笑的啦。我想说，我好可怕哦！哪来这么任性的角色、啊？哇，控骰流哎、欸，好强啊！这个商人呢，拿着他的斧头，开始旋转了起来。哇哦！他朝向了洛基纳比基德这边，朝那边旋转，要挥了过去。请问你们要怎么做呢？闪避呀！他整间范围是不是？这个房间范围？他范围还蛮大的。这商人就是这样旋转，然后你们看到他那边转动，看到这个动作非常的惊讶，看起来好像非常危险，你们就向后跳了一步，就这样闪开，回避他的这个斧头的这个轨迹了。哎，没想到你们挺会躲的嘛！他。从他的背包呢拿出一罐治疗药水，喝了下去。作弊啊！作弊仔啊！你才是那个封闭者吧？有办法跟他对话吗？请。不好意思，我跑到前面，对不起，我刚只是以为你要。但目前是洛基的回合。啊，洛基是我先开口。对不起，老鸡，商人小哥，你说你只是想要测试我们，可是你是确实攻击了我们啊！我们要测试你们啊，是你们向我攻击啊，是你们朝我这边偷偷摸摸，想要攻击我，想要偷我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小女孩想要偷我的东西啊！我只是想帮你确认一下你的包。
包包有没有就是外回合连血脉攻击？不然我们再商言商，我把这一个始作俑者交给你，我们到此就停战，如何？啊，你要怎样做啊？交给我，这个小妹妹交给你处置，随你处置。也行啊，但你们知道你们是后悔了吗？后悔？哦，你要问那个小妹妹啊？问我们干嘛？我们只是出于防卫，所以做出这些动作。反正我看你也是蛮厉害的啊。你们有想要向我道歉吗？跟你道歉？不好意思，我过去跟他道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做，但是就我刚看你攻击他，我以为你是想要杀掉我们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要保护他，我没有要对你做不好的事情的意思。不好意思，真的很抱歉。我那你们知道有诚意的道歉是要露出 B 的吗？露出 B 也不太好。B 那是小音。哦，自主规范。哦，原来那是小音哦，不是啊，小音。自主规范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们知道有诚意道歉是要露出的吗？不过有诚意的话，我可是不会原谅你们的、啊。那比去吧，你不知道道歉啊？原来只是想看这个，简单简单。哎、欸，走掉，天南，走掉了。天南大比交给你们啦。对啊，你们不知道道歉，你们去啊。哦，我要坐在旁边跟他道歉，还是我们一起上啊？你们看道歧你们也有啊，不是？性别歧视、啊？不是啊，你没有看到人，商人，你要看我们四个的吗？可以啊。你没有看到我们四个上衣吗？每个人都要道歉啊！啊，对啊，每个人都要道歉啊！我很简单啊，衣服掀起来，来来来，看看看。啊，不是你的道歉啊，我不想跟他走。哎、欸，你们就这样走啦？哎、欸，那边很暗啊，小心啊！我摸着。你可走向黑暗，也不要在这边。我要在另一个房间，我不想在那个环境里。所以商人先生现在该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我还在等你们道歉啊！能不能劝每个人都没有跟我、啊，每个人都要跟我道歉啊？不然我不会放过你们啊！那可是那个走掉的小妹妹，那你可以去追她。你们既然在这，我就不会让你们离开，除非你要叫她回来道歉啊。离开了、啊，就是你。你要叫她回来道歉啊？是不是？所以最后一个留在这边就是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每个人都走掉，等一下，真正该负责的那个自己跑掉来。我为什么没有负责？我走掉而已。你不是很想跟他道歉吗？你不是很爱道歉吗？对啊，一个要偷东西反悔，一个要道歉反悔，你们两个到底怎样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要不是你们出尔反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。可是我们在打、啊，我们是正当防卫耶，合理吧？商人，你这样打我们的人，我们以为你们、你在打，所以我们在敲啊。啊！是你们先要攻击我的啊！我已经感受到这小妹妹的意图啦，她那剑朝我这边挥过来啦、啊。那就是那个小妹妹的问题啦，小妹妹。啊！你们不是一个队伍的吗？对不起，不是啊，刚好走在一起而已，只是想逃离这边。我刚刚不是说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交易的时候，我们想逃出这边，求求你帮我们啊！我帮你们很多了吧？没有，我觉得没有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我这边准备那么多实用的商品给你们啊，还有刚刚帮你除掉一个可怕的东西、欸。给我们也是用黄金。哎、欸，那叫交易，那叫给哦。哎、欸，你们知道地下城多么危险吗？没有卖的这些东西，你们有办法这样继续冒险下去吗？可能有办法哦。我这也是用我的生命来这边前线卖东西的、啊。好了，这也是在赚钱、啊。现在不管怎么样，你要的就是一份道歉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很简单。四份啊，不是一份。很简单，就是大家有攻击我的，都跟我一个道歉啊，需要一个交代啊。欸、我没有啊，好吧。你就是一开始想要攻击我的人啊。我没有碰到你的身体，我只有碰到你的包包。难道你的身体跟你的包包是连在一起的吗？一样的、啊，你是想要对我做点什么事情嘛？我已经感受到你的意图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。那我等一下去写500字心得报告给你，那你可以原谅我了吗？你要写的是忏悔书吗？忏悔书啦！你要写什么心得报告、啊？觉得偷别人东西那么危险啊？
啊，好啦，那我有收到这个小妹妹的道歉啊，那你们其他人呢？我不是一开始就道歉的。可是你人不在啊，超没诚意的。你已经跑掉了。一开始就道歉是他提要求我才走掉的。你要回来啊，那不然为了表达歉意，我把那个逃掉的人去把他猎杀回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吗？那我跟松小弟，我们两个去抓吧，抓回来、啊。走走走，我们去抓他。走走走。哦哦，干嘛？哎，现在那个商人说，只要跟他道歉就好了。你要不要来啊？对啊。他道歉是哪一种道歉？我不知道他要跟你说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所以不会再提那种奇怪的要求就对了。不好说、啊，那是他提的要求。什么叫我们提的要求啊？对啊，我说他不会再提那种奇怪的要求。那我也不知道啊，你要问他。问他他如果再讲奇怪的话，我就不管了。那你自己跟他说吧。你可以告他性骚扰啊。对啊。好，那我回去。啊，这是有这种法律哦。不知道异世界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律，我不知道。我回来，但是保持一点距离。然后我们把人带回来啦。哎，来，哎，好啊，那就欠你们一个道歉啦。你们欠我一个道歉啊！没关系，先生你还好吗？三人小哥不用客气，你们就是来了，道歉一下吧，你们意思一下。你们都讲完了是不是？讲完了、啊，我先啊。好，刚攻击你这件事真的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，好，我收到你的道歉了。那其他两位小哥呢？啊，攻击你的是我不对，对不起啊。好，我以为你要攻击我们家的人啊，就对不起啊。一群小朋友被老师抓的感觉。好、啊，可以，我收到你们道歉啦。你们知道道歉就是要有诚意的道歉啊。可以，我原谅你们。谢谢老师。老师再见。那、啊、既然这边啊、不打不相识，给你们一个有用的情报好啦。哦。哦。哎，其实我摊贩那边有一个合成台哦，可以。帮你们合成一些东西啊、哦！我没有材料啊，这个合成材你们也可以把这个女的合成在一起。这个合成台你们也可以自己使用啦、啊。那我看一下，你们身上有些什么东东吗？这边比较实用的话，就是把苹果跟八个金锭合在一起，就可以合出一个金苹果啊、哦！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食物兼一个补品啊、哦。哦，金苹果可以干嘛啊？啊，它可以恢复你的生命值，然后、哦、似乎还有一些特殊的功用哦。特殊的功用，特殊的功用，那我们也先得有黄金才说才行。对啊，我自己是没有啦，我的身上是一毛钱都没有喽、欸。你们这群冒险者好穷啊！可是住在这个地层里面有什么赚钱的方法吗？赚钱通常就是到处探索宝箱吧，跟卖东西啊，然后把它卖超贵啊、哦。我是没有在收东西啦。哎、欸，商人，他在讽刺你。没有啦，我这边都是从大城市打小报告哎，其他地层搜刮来的战利品都是我的珍贵的商品哎、欸。哦，所以这是你去搜刮来的啊？对啊，我之前也是有在冒险啊。是不是、哦、所以你现在也有在地下城冒险吗？嗯，现在比较少，现在都摆摊为主，是我以前的收集下来的库存。哎、欸，商人小哥啊，这个地层里有魔王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地层我也不晓得，它每个房间都是随机产生的、啊。这样子、啊，我也不晓得到底有什么。你有打过地下城的魔王吗？我通常是不会走太深入啦，我大概就会在前面一点点摆摊，这样这个冒险者比较容易看到我啊。曾经你也是个冒险者，直到你的膝盖有中箭吗？哎、欸，上了，他在讽刺你啊！你是不是我一箭射你啊，小妹妹？啊，中箭？我是没什么中箭啊，我只是累了，退休了啦。哦、我现在没在冒险了、哦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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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你早点回去啊，早点休息啊。哎，话说我们在那个深处有看到一个像王座的东西，你对这个有什么印象吗？王座不晓得哎、欸哦，在
我之前在地下城是没看过这样的东西啦。商人先生，商人先生，我们可以麻烦你帮我们一个忙吗？那边有一个按钮可以把门打开，你可以帮我们一直按着那个按钮吗？在哪里啊？那边，你要跟我们一起去看吗？不行啊，我还要摆摊啊，我还在摆摊，我不能离开我那个摊位太久啊。我帮你雇他，你帮他们去按那个按钮好了。我先帮你雇按他，按他们都。不行啊，那是我的摊贩啊。就好了，这是我的摊贩，我自己雇就好了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就帮你们到这了啦。我就先回去雇摊啦。我是没有什么火把啦，我就身上自己一个啦。我的那个摊位旁边有一点点的光芒啦，我那边有烛台。你怎么走过来的？哦，我有一个烛台啊，烛台放在我的这个摊贩上啊。不是，我是说你是怎么从你的摊贩走过来的？我这边还有一个火把啊。你明明就还有火把，你在那边变。啊，这是我要用的啊。你是要拿走火把是不是？我明明你不讲道理。好了好了，你这些什么长颈鹿的什么尾巴哟，怪怪的呢。哎，算了，我要回去顾他了，先不理你们了啦，你们自己加油啊！哈哈哈哈。卡子，你生意兴隆啊！好了好了，小心一点啦，记得来帮我们按一下那个按。三人就已经慢慢走远了。如果你喜欢，要记得订阅我们哦。三人已经消失在后面的那个房间的暗光之中。原来长颈鹿的尾巴是一个频道。OK， 可以创新频道了。就叫长颈鹿的尾巴，然后我每个礼拜都会玩 TRPG。尾巴开口喽！欢迎来到长颈鹿的尾巴。哦，版权。然后过场就会大喊长颈鹿的尾巴。太长了，这过场。